你爹娘已经没有了，以后我就是你师姐。那你没想过为他们报仇吗？与其去恨一个不知道在哪的仇人，不如好好珍惜现在身边的人。脱不了的荆棘悄出现。小凡，师姐，你是玉清静心法，这不是师父的？你不说我不说，谁会知道？偏落。你说他有没有点点喜欢我？有一点吧。懵懂的脸，知己的眉眼，带着一身的倔强。好了，你怎么这么容易相信别人？因为我看你像个好人。傻瓜。这一生花是一生狂，年少时候触碰的情真，如悲伤在无法言。你将来有什么打算？远在身后。我还没想好。那你呢？我想去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。